情报呀，情报！是你呀，有什么情报快说！我这里可以有绝密情报。小灿龙，别太夸张了，快说！那他……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是给刘先生办事，有话直说。 龙大少爷，这是金条吗？没错，纯度，100%，早就准备好了。给你准备的。不客气，龙少爷，今天又一条有幸而不幸的消息。说，您的亲生父亲龙德宝董事长再度重病住院，在法租界教会医院303病房。这就是你送来的情报？是的。 这算什么情报？不就是过来报个病危吗？你说这话没错，病可以断送所有情报工作者的财路，但从今往后你就成了聋子和瞎子。更重要的情报不可能有人送上门来。至于我今天提供的这份情报是否有价值，龙地蛋、刘先生，你们斟酌，告辞。 索存玉，难道你不认为他的情报很有价值吗？是的，很有价值。你也是该尽孝道的时候了，只是，哼，我会，希望你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。最后的机会。 对你来说，这是一次在大日本皇军面前表示你忠诚的最后的机会。三天之后，圣战的硝烟就会在这里燃起，上海将会变成一片火海。 请家属都回去吧，现在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安静。大夫。 白天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犯病就犯病了？对呀，现在还很难说。他上次中风之后留下了后遗症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如果回家静养，心情舒畅，是会慢慢康复的。如果情绪过于激动，血压骤然升高，中风的复发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。因此，再也不能让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了。这样吧，你们都回去。 我安在这里守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在家里边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谁来处理啊？这样吧，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人值班，如果有事，我们会打电话告诉你们的，请放心吧。好。
小慧，有什么事儿？韩副科真真在队部等你呢，说是有紧急军务要协商。哦，那好，俺先走，阿发，姐，你们回去吧，小雨留在这儿。嗯。西丹，你告诉爹，包里装的是什么？真真说，那是日军的作战计划书。这份计划。 最关键的就是要利用咱们的大码头停靠日军的运兵船。他们打算在大码头登陆，偷袭中国军队的后方。我知道了。爹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想休息了。西丹。 跟我也有15年了，对对对，一晃就过来了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后面的日子没多长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哎，你这次啊，是因为伤了风了，然后呢，又情绪激动，你才发了病嘛。大夫说过了，没有大碍的。 看清楚了吧？看清楚了，是龙喜刀。他万万不会想到我能杀个回马枪吧？老大，这招真高，连我都没想到。我自己的身子，自己知道。啊，老爷，不要想这么多，真的。哎，我们都等着你啊，早日康复嘞。<笑>阿发，我想问你几句话。 你只要跟我说实话，对和错，我都不怪你。老爷，你说，日本人要是占领了上海，你会投靠日本人吗？老爷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。 我阿发就是死，也不会当汉奸的。好，坐。哎，阿发，你帮我做两件事情。老爷，你说。今天回去，把大奶奶、二奶奶送到苏州乡下去。今天啊？是的。 必须做到。这个，你拿回去向他们宣布，啊，必须做到。好的，好的。走。
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没伤到你吧？你怎么开车的？吓死我了！下次开车注意一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阿凡，你怎么开车的？要不是我提醒你，差点就把人撞了。你想什么呢？哦，没想什么，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刚才有点困了。吓死我了！慢点开啊！哎，同志们，根据上级的安排啊，这三位同志呢？ 从今天起，从四九路军借调出来，编入我们龙标队，担任三个作战班指挥员，负责战场指挥。大家欢迎一下。最近我们得到情报啊，日军已经做好了进攻上海市区的准备，龙标队将在上海党组织统一的领导下，参加保卫上海的战斗。 你们的任务是配合四九路军一部坚守大铁桥，并担任救护伤员和外围警戒任务。一旦战事发生，龙标队由党代表詹真和队长龙喜旦直接指挥。下面请韩副官具体布置一下各排战前准备事项和行动路线。好，来，咱们看一下地图。大铁桥的位置在这儿，日军在这儿形成三角之势。 啥的吗？ 你是新来的吗？贵姓来？我是副院长，叫我李院长好吗？李院长，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啊？好起来啊？哎，还早着呢。李院长。 一份遗嘱，也交你保管了。老爷，这个遗嘱也交给我，恐怕……阿发，你跟我那么多年，我看得出来。虽说你一辈子都是胆小怕事，但是遇事。 你却不退缩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我才让你一直跟在我的身边。刚才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黑松林了。啊，老爷，那又怎么样了？啊，是。
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我的后事在里面都有交代，今天我就拜托你说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啊。啊，走吧。啊。阿芳，老爷怎么样了？老爷还在医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还带着保镖？大奶奶、二奶奶，老爷让我告诉你们，上海就要打仗了，叫你们啊先回苏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什么？租到乡下去啊？我可不去啊！我是上海人，我租苏州干什么呀？这是老爷啊叫我口头转告的命令，晓得吧？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什么叫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啊？是谁说的呀？谁这么大胆啊？我就是不走。这是老爷在病床上交代的，我必须得照办。要是我们不走呢？我这里啊，有老爷的手谕啊。老爷说了，谁要是不照办，就按家法执行。两位夫人，我病重在医，一切家务事宜由阿发主理。上海形势告急，两位夫人应先到苏州暂住。如敢不随意，可解除婚约，自行离开龙府；否则，家法处置，龙得保。这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？那三姨太怎么不走呢？老爷病重期间啊，三姨太一直陪着呢。老爷离不开三姨太的，可是我也是可以伺候她的嘛，我也可以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早干嘛了？现在来不及了啊！哎呦，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老爷，怎么就这么把我们给扔了呀？我想你啊！行了，又老滑头啊！别嚎了。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，车在外面等着呢。哎呀，老爷呀，可怎么欺负我们？哎呀，不要我们！哎呀，你，走吧。
阿芳，大奶奶和二奶奶怎么了？啊，这个事情啊，你就不要管了，啊。哎呀，大奶奶、二奶奶，别哭了，抓紧时间赶路吧。阿芳，我平时对你也蛮好的哈、啊，你要不跟老爷说说，我伺候老爷住院，比三姨太太好多了呢。哎呀，放心放心啊，我都会转告给老爷的。等老爷需要你们的时候啊，我会派人去接你们，好不啦？走吧走吧。阿凡，那就有劳你了啊。走。另外，我写了一份遗嘱，也交你保管。老爷，这个遗嘱也交给我。阿发的命运也装在这个信封里了，我要是能提前知道的话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谁啊？是我，送我去趟医院，把盛康给老爷送去。哎，好，我晓得了啊。那个，现在就去啊！是啊，要不然该凉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走吧。好，好。哎呀，来了。那个，我先去开车啊。姐。阿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？他好像跟坐地似的。不会吧？他那个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。他一天都这样，刚天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差点撞了人呢。是吗？那一会儿问问他吧。嗯，走。爹，俺姐给你熬了人参汤，你起来喝点吧。哎，
快！小玉，小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那老爷呢？李院长，李院长说要给老爷做手术，竟然几个穿白大褂的就把老爷带走了。李院长，你们要把我家老爷带到哪儿去啊？少废话！不行，你们。我操！龙地带，他要害龙爷！什么？龙地带要害龙爷？你不在底下，你跑上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看见龙地带了。阿发，你别再疑神疑鬼了，老爷失踪了。什么？老爷失踪了？完了，看来真的出事了。什么叫真的假的？肯定是他干的，肯定是他干的。什么？你说清楚，到底谁干的？咱们可去找俺爹啊！肯定是龙地带干的。你怎么肯定是他干的？我今天碰见他了，就在医院，在过道上面。我在往外走，他往里走。你上午就看见他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看出来了。那你怎么不说呢？哎呀，当时他穿着白大褂啊，戴着口罩和眼镜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后来我觉得有点像，我反应过来了。然后我在车里面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想起他一个特征，就确定是他了。你想想，他在医院出现，那对老爷肯定是种威胁啊。阿发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我是怕万一又阴差阳错了，所以在没确认之前我不敢说的。你哪怕把这种怀疑告诉我也行啊。哎，老爷到哪里去了？要是知道不就好了。是李院长带走的。李院长？哎，这里哪里有什么李院长啊？是李院长，他自己说的。他长什么样？高个子，戴眼镜，戴口罩。你只跟我白说。咱们分头行动，阿发、小雨，你们两个到每个病房转一下，姐，跟我到办公室。好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龙爷被不明身份的人劫持走了。你们不像是我们医院的人。没错。我也不是医生，不是医生，那你们要干什么？来收尸。你们这是？啊，他们接触安迪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大帅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什么全完了？哎呀，楼上楼下的病房我们都找了，连停尸房都看了，没有龙爷的影子呀。俺爹现在一定非常危险，咱们还是去找他。喜蛋，走，喜蛋。哎，珍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龙爷出事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龙地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说龙德宝在他手上。龙地蛋啊，他想干什么？他跟我爸说，他才是龙德宝的亲儿子。他说：“亲儿子要跟亲生父亲聊聊天，尽尽孝。”他要尽孝，老爷病重，他不知道吗？他完全可以到医院来伺候老爷。我看他肯定有阴谋啊！爸，龙德宝醒了。你完全没有必要提码头上的事情。不提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吗？以往所有的失败都在于操之过急，你们所有计划的实施都习惯于直奔主题，因此在疑心很重的龙德宝面前完全的败下阵来。这一次你要以一个亲生儿子的心态与你的父亲好好的谈谈，开导他，让他感觉到你对他有一片真心，
一种亲情。我从来没伺候过人啊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是你给了我生命，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爹，我想弥补过去的一切，我想回到你身边。一个人能杀十几个土匪，那时候我很小，家里着了火，娘抱起我就往外冲，可是怎么也冲不出去，娘把我放在水缸里，告诉我你是卢家的血脉，要好好的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。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想要我做什么就说吧。爹，只要你还认我这个儿子，就让我回到龙府吧。
我一切从头再来。你答应我，别再和日本人来往。我答应。你答应了。我真的答应了。只要我还是龙家的继承人，我就再也不会跟日本人有来往。爹，我也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投奔的贺三，谁知道贺三他投靠了日本人啊。爹，你要相信我，哪怕我不在龙府主事，只要你能承认我还是龙家的继承人，我从此和日本人一刀两断。弟丹，你从小缺少父爱，养成了不良的习性，我这个做爹的也有责任。上次我接纳你回龙府，就是想给你一次洗心革面的机会，可是你，爹，儿子都错了，儿子错了，我这次就是想回到你身边，抛弃所有的杂念，我重新做人，爹。现在荣家的财产继承人还是龙喜丹，这已经是我公开宣布过的，不过我早已拟了一份新的遗嘱，很想找个时间，在我还没有咽气之前，通告全体家族成员，重新确立你和龙喜蛋的地位。真的？嗯。爹，什么时候？明天吧。明天？其实我知道，我气数已尽，能见你的日子也不多了。我就想，在你三奶奶、阿发、龙喜带都在的时候，公布出来。这也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愿望。不然，龙家的继承人只能是龙喜蛋了。爹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安排，我马上就去办。